咁啊，去到如果你係想揾貴人扶持嘅，今年想揾人幫忙要貴人扶持局嘅話咧，咁都有嘅。如果是要貴人扶持，那就要在西南方放一件彩色的工藝品，或者放一個馬型的工藝品，通常都不規則的。那我準備了一個例子給大家看，好像這隻東西那樣，那這些就是用來吹這個貴人的，今年可以，那就放它在西南邊，那要用馬型啦，或者也都是要色彩斑斓的，那這個就不是彩色，不過是馬型，咁所以呢一個攞嚟吹貴人嘅話咧，今年咧係非常之有效嘅。咁所以可以選擇喺屋企西南邊放馬型嘅工藝品，就嚟幫你吹貴人嘅。咁但係放呢一啲嘅工藝品都有個注意咧，就係根據翻屋企嘅大小啦，就去決定佢有幾大嘅。咁我呢度呢只就好似比較大咗少少。咁如果你唔想放咁大隻嘅，放只細細隻咁嘅話咧，都一樣是沒問題，但是太過 cute 那些肥馬或者是馬仔馬到我認不到它是馬那些呢，那都不太方便的，用一些真的整隻馬那樣的工藝品，小小隻水晶的都可以，那這個就是吹貴人的局了。